哎，怎么事儿、啊？没有事儿。哎，你在外边是不是有别的狗了？多。哎呀，什么哎呀，我经常玩。你不对劲儿啊！哎，怎么事儿？回来，咋的？我上厕所。哎，嗯，爸，帮倒杯水呗。哎呀，你自己去呗。哎呀，宝宝最好了，快去快去。哎呀，哎，宝贝儿。我今天倒饭是你的小胡椒。哎呀，没什么可看的。哎、你也玩主要有这歌手游戏啊？玩咋了？我还不是看你经常玩这游戏，不带我。哎呀，带，但是你这怎么选的关羽啊？关羽咋了？关羽不好吗？这个歌手游戏，开局肯定要选诸葛亮啊！他可是版本之子，自带两仪玄元功，移动时生成法球，迅速下四周扩散，扫荡敌人，造成 AOE 全屏伤害，再搭配武器诸葛连弩，直接嘎嘎一顿突突，直接打到800关都轻松无压力。这么厉害？那你不早说呢，玩这么好。我不寻思你不爱玩游戏吗？那你也没问过我呀。哎呀，好啦，对不起啦。哎。